位朋友呢是萱萱呢，从呢幼儿园呢到现在小学的啊两位朋友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meet 他喽。这是我要送给我的朋友的礼物哦，你看。是什么？有手章贴纸，有那个 nail polish， 然后这个是小玩具哦，要给你折的，然后 boy 的那个 sticker 咯。是在玩厨房哦， let's go。爸爸你在家呀？ Yes， 可怜的我。OK 啊，你乖乖在家啊，爸爸。OK， 拜拜。现在我们要出发咯，今天是妈妈和萱萱咯，全部都是妈妈带孩子咯。我们到了就是在这里哦。这是边边啊。是妈妈跟孩子哦。萱萱，你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你朋友啊？嗯，这个是给新恩的。再给你那个盒子。萱萱在准备礼物给她的 friend， 有谁？金涵、新恩、李哲，还有。来试试给书啊，现在里面有一个小玩具啊，给你的，这是我家里唯一一个有男生的玩具。okay， 然后还有什么？嗯，还有 sticker 咯。这位是新恩妈咪咯。我们呢是因为新恩呢和萱萱我们才认识 each other 的。啊，两个感情很好哎，啊，在学校又同班。这一位是宇哲的妈咪哦。好，我们也是因为宇哲才认识一下德的，我们都是孩子，是朋友，所以妈妈才认识。天成叔，哦，你很厉害做，我知道你很厉害做面包，做这些东西。谢谢你耶，谢谢。真的，你跟我讲说你的第一位好朋友是谁？第二位好朋友嘞？然后你讲宇哲是怎样？他现在很在偷笑吧我，你看他吃东西多优雅。然后新恩呢？啊，你们在学校吃饭也在一起的是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太多女生了，吃了一个男生。嗯，现在在吃这东西。他们两个现在去选蛋糕来走。哪一个？萱萱是要巧克力的。chocolate banana cheesecake 要吗？要啊。好，那你给我一块这个咯，你拿两个空盘给我咯哈，谢谢。啊，你们拍啊，我跟你们拍一张先。我要去拍照了。我衣服中了我的美人。安迪帮你 edit。 啊，把它变白色 OK。你的萱萱在学校乖吗？乖啊，乖呀、啊，乖就立刻哦。刚才我问你，萱萱在学校坏蛋吗？他进去哦。那新恩跟萱萱感情好吗？好吧。然后你跟他的感情好吗？好。好啊。那萱萱凶吗？应该是凶啊，不好意思讲，你看这样凶啊，用眼神哦，不要让他讲。然后新恩呢？萱萱跟新恩。会吵架啊？不会。你们讲你们不会吵架，明明就吵，我可以一天就好了。那里有，你们两天都没有。永远都，你记住啊，这个影片台我录下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回来啊，然后刚才新恩讲什么？要回来很伤心。没有，我没有见到萱萱呀。那、啊、下次还要出来吗？ Yeah!你们两个很兴奋呢，这边有一个人很帅气。你可以点头或摇头，摇还是不要？